聖約瑟教會中學小學中文部第二屆小學常識問答比賽現在開始。我哋今日比賽嘅組別係兩個年級嘅初級組。我哋今日嘅比賽首先係二年級嘅組別，兩個班四個組別已經喺我哋嘅座位上啦。分別第一組有鐘正浩、張嘉南、李柏琪、陳家俊同埋許準樂。第二組張浩林、梁嘉南、何文浩、田柏琪、李思穎。第三組毛恩琪、李佳俊、吳天榮、鄭嘉和、陳心穎，以及第四組郭振凡、尹正坤、被佑哲、謝俊軒及黃思琪嘅。咁我哋而家宣讀一下我哋嘅比賽規則。我哋今日比賽總共係分成三個部分，第一個部分係必答題。而家每一隊我哋都有200分為我哋嘅基本分，我哋一陣間每一個組別都會發問五條題目，請組員喺五秒內作答。如果我嘅題目被讀完，你嘅參賽隊伍已經可以先分回答嘅話，我哋主持人就會停止發問，亦都請你喺五秒內作答。答對加20分，答錯或者棄權唔扣分。而我哋每一隊都設有隊長一名，就係我哋以坐喺中間嘅同學為準嘅。如果陣間喺回答嘅時候，幾位隊員作出唔同嘅答案，我哋就會以隊長即係坐喺中間前面嗰位同學嘅答案為準。咁首先我哋先講咗呢個係第一部分嘅必答題。咁如果冇問題嘅話，我哋就會先進行咗第一部分先。請第一組準備。Please
摩科。正确，波波波波波。好，第二组嘅同学，请派出一个组员进行动作。请在30秒内收集三包纸巾。系，正确，请将纸巾归还给同学，回到座位上就座。都请老师协助加雨20分。好，所以现在第二组嘅组别，我哋得分系300分。词语：国家中的国字，它的部首是什么？外正确，第二题。Please spell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form of watch. 正确答案是 watches. 第三题，8×7=7。正确，请在座的同学留意，不要说出答案。正確答案是教青局、體發局、民政總署。第五題，請按照聲母表的順序填充的什麼的呢？正確的的的的的。請派出一位隊員進行動作。正確答案是 is cutting。 第三題，3×9=多少？27。正確。第四題，水受熱時温度會有什麼變化？上升。正確。第五題，請按照聲母表的順序填充喝什么喝？正确，喝喝喝。好，请下一位同学进行动作。
係，請各組別準備。詩歌《永遠》的作者是誰？第二組請回答。280分的狀況之下，所以我們現在這個
後備嘅上答題，只係需要第一及或者第四組回答，第二、第三組係無需作答噶啦。第一同埋第四組準備。掌声。
等一下，王志坚好。可以。